要是谁特意为我放这么一场烟花穷婚，我一定会嫁给他。你们女人啊，就喜欢这种虚头巴脑、花里胡哨的东西。有这点钱放烟花，还不如买烤红薯实在呢。我说真的，省点钱吧，跟着我一起炒炒股票，理理财，啊？你懂个鬼！你，哎，你还你，我下来。来，干嘛？今天不是过节吗？送你的礼物。哎呀，送我的礼物，哎呀，不用买啊，是什么啊？打开看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人吧，难免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以后哪不舒服，按照上面穴位都已经标出来了，自己按特别管用。人上了岁数，就应该好好保养。哎，喜欢吗？陈凡啊，你是不是穴位痒啊？谁孤家寡人？谁呀？谁？谁年纪大？你好心，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谁？哎，你走开！谁呀？你不说我吗？你刚才什么态度？我怎么了？你一个人闷头往前走，理都不理我，你那什么意思啊？我打扰到你跟小沈大夫约会了，我在前面自责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真没意思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那你呢？我倒想问问你今天在干什么？来了田里也不好好工作，也不好好干活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还给我。什么？把我的钢笔还给我。给你，没想到你这人居然这么小肚鸡肠，给完东西还带往回要的。这个给你。这不就是个一模一样的笔吗？你拿出来仔细看看再说。看了也是一样的。那你这今天一天都在忙这个啊？你别误会。我只是不喜欢别人一直拿着我的东西而已。死鸭子还嘴硬。要不要？不要拿来。哎，我要。这给完东西就别往回要了。叱咤情场多年的经验来看，沈晨他对你就是图谋不轨，我一眼我就看上了。你可别瞎猜了，姑姑，你怎么那么认真啊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那沈晨他这个人吧，就是人还行，但是做男朋友绝对不行。哎呀，他就是跟我闹着玩呢，人家留学回来的，哪看得上我呀？有啥用啊？我都查完了，他当时在国外留学申请的是什么贫困助学金，还得
你看他那手表，这一看呢就是个假货。你还调查人家在背后，你真是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刚来我们田林，想跟我这个院长搞好关系，哎，套套近乎。哎呀，我现在没那个闲心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一个业绩就给我压得喘不过来气儿。那你上次说给流浪宠物做绝育这事儿，没有可能啊？哎呀，有联系方式的呢都没戏，没联系方式的呢我给留言了，等回复吧。哎呀，难啊。喂，哦，我是田林的负责人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之前给您在网上留的言。哎哎，您好您好。哦，对的对的，我们愿意合作。今晚吗？可以啊，在哪儿？好的，翠云饭店，我记住了。哎，好嘞，那行，那今晚我们详聊。好的好的，哎，今晚见。哎，谢谢。什么事？有救了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寒露公益你知道吧？我之前给他们留了言，他们回复我了，说要约我详谈。如果我们田林能通过他们的考核，他们愿意把所有的业务包给我们做。但是这件事情成之前，千万不要告诉沈秘。为啥呀？甜甜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事已密成，予以谢备。没做成之前就大肆宣传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没成吧，成事不足。